啊，来啊，快速的来嘟一下这个可爱蛋糕犬的配料。那个狼兽全攻击，然后有攻击速度 ，OK， 全攻攻击速度也没全攻击，没有其他东西，就全攻击 ，OK。然后再来闪电泡芙的话，冷却这边15%的冷却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牡蛎的话比较高配，24.4%以上，四只士兵，棉花23%。我觉得棉花如果牡蛎这样子，棉花也可以拉到24%的话，应该会比较稳。那一定就是要记得在那个最后一个打蛋糕犬之前，那个小怪消失前，野莓一定要放到招，就顺序一定要对，就这样子。应该其他拼一拼过去，应该就 OK 了。这边他有蓄力状态是好的，这样只会损到一点点伤害。我们在那个最后一波的最后一波小怪在消失之前，野莓要先放招，野莓先进入蓄力模式，然后再来那个查尔斯一过去的时候，就是先开沙漏，他在一个距离的时候先开狼兽先晕他，然后接着晕完的时候赶快起下，那下完了之后就是不是一堆召唤物会推在前面吗？野莓最后面再一拳再晕下去，然后之后就狼兽就拼命的普攻。因几率好，就这样，至少也是打过了。